什么？叶罗丽有收集贴纸了，仙灵契约，粉色的樱花盒子好好看，快看，嬷嬷婚纱够好看。哎，旁边还有一个灵芝锦包，随赠专属收集册。从小就喜欢玩收集类的，因为端盒，老板又送我一本灵公主和冰公主的收藏册，真不错。结账，拿着贴纸到家了，先看看收藏册。我天，里面有人物图，还有叶罗丽的故事介绍，这些标志数字的框框应该就是贴贴纸的。哇，每页都有不同的角色，24页，哦，一共25页，需要收集120张贴纸，也不知道这一盒有多少。我还是第一次见正方形的叶罗丽卡包，是亮彩的公主贴，卡衣服上还有鲜彩亮片，好细节呀。贴纸后面有个数字20，哦，那就是贴到20号上，还一张问答卡，难度只有2，冰公主的魔法属性是，哎，小伙伴你肯定知道吧，王默、亮彩、灵公主、萝莉，每个后面都有数字编号，最后还一张秦公主的贴贴卡，东西好多啊！让我先把收集的贴纸贴上。06，那个菱形纸都好好看，感觉扔了好可惜。对，好边框，搞定一张，剩下的几张也都贴好，距离收集齐这一本还差115张贴纸。这次一下子多开几包。又得到一张菲林的公主贴，还一张任务卡，4张魔法贴，萝莉的贴贴卡，好漂亮啊！来吧，把剩下的也都拆出来，卡片和贴纸先区分出来。这个临近包也打开，看看这个收藏册有啥区别。不是吧？原来这是个包装皮，里面的收藏册是一样的。先放一边，开始贴贴纸。Later. 林之梦盒装的都贴完了，还空好多，这些是重复的，把临近包的拿出来也拆了看看。贴纸全贴完了，还是没有凑够一本，那下次我还要去买。拆到的答题卡感觉和朋友玩游戏肯定有趣，这些公主贴贴卡每张都好美。至于重复的贴纸，贴本子做手账是不是也可以啊？真不错，又是完美的一天，那拜拜了各位。